你要不就进来，要不就出去，别搁门口站，像守灵似的，快。小贱。这又什么节目？有事儿啊？商量事儿。好事坏事？坏事说。嗯，过两天家里可能要来个人。嗯，来个人。哎，谁的？我老弟。你老弟的？哈，好不能。怎么事？我想来住两天。不行，家里这么大点地方，他也来。就两天。你也搁这住，你老弟也搁这住，你把祖坟迁来得了。我让他住沙发，绝对不打扰你。不行，沙发我睡。哎，别整那样。就两天，好事。行，出去。但是，我得先提前跟你说一声啊。啊。我老弟他这个人有点与众不同。啥意思？他多少沾点那个。啊